LINE 没说的新功能，聊天室秒找资料更快。 LINE 最近推出一个新功能，就是更新到 8.18.0 版本后，加入了共享内容，可以将聊天室内的照片、影片、连结等资料统一集中在一起，并贴心的分成照片、影片、连结、档案等三个分类，想找旧资料更方便啦。但目前应该是率先开放给 iOS 系统使用， Android 系统更新后目前尚未看到上述功能。副刊动新闻，安卓用户表示报道。